啊，快点，拿快点。啊，别管了。打呀，他妈男枪都快输了。哇操，有点伤。闯入圣地，集结神龙之力，看我的狂风扫你出门。他这个被动好恶心啊，他那个被动，他这个波打的伤害比拿枪高多了，这是最离谱的，你懂吗？烂掉吧你臭弟弟。坏了 Q 空了，我操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点恶心，说实话，这英雄太恶心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的双手迸发了霹雳，每一拳都是留下雷霆。刚才那波应该是赚的，上单应该是没补装备，没回家，然后点了信号，他刚好对偏，那波没 W 炸了，不然没这么难打的。发育一下吧，从近邻到上山，任何敌人都逃不过呼啸的冷风。吃现实，哇操，运气有点好，这没死。都把男枪杀了就好了，可惜啊。对面 EZ 怎么永远没进化呀？
他们打野拿这么大优势谁不了呀。看 K 哥表演吧，哼，他们打野拿这么大优势谁不动，看 K 哥谁吧。好吧，先出了个大重伤，没大招啊，他们要拆上二塔的。他伤害好高啊，我操，哇，我是1000块吗，他妈的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，神话装备都没有啊，哎我一下 A 这么痛，我的我的我操，给了个1000块有点伤。他没闪现，我这波是没想到他这装备伤害能这么高啊。没打呀，他们打野回家了。Q 被打断了，我操，不然我把男枪杀了。我助攻都快没了呀。分了我100块呀、啊！我为了证明自己而去攀登，极致山巅。这男枪的出装好离谱呀！这抓男枪啊，你这
抓男枪啊！这波抓男枪，男枪死了，男枪没闪呀！抓加里奥没有用啊，加里奥很肉啊！这条小龙不好接呀、啊。搞个睁眼吧，打前排吧，打前排，打前排。或者杀男枪也可以，但是杀男枪队友可能不好杀。有点急啊，队友。真恶心啊，盯着我拽。这男枪看的像要出爪子，这男枪要出爪子啊，可能要么就出木刃，要么就出爪子。这把小龙控好点就好了，我要这小龙打。果然爪子男枪，就完全没有操作的，就直接爪子到你脸上，一枪把你崩掉。爪子男枪也太抽象了吧！与我为敌，就将铁拳之下。这 ADC 去下路带线了，我操！这对面要是暴龙抱团做事业怎么办？赢了呀！结束了，
这不打完大龙毁一生了呀。大龙毁一生啊，对面对面看我们 ADC 在下路，他们应该直接打龙，咋不该开人的，直接打龙就好了。对面这对面开人出问题了呀。他伤害高，但是他很脆啊，他吃不了我一套啊，太脆了。闪现都 OQ 啊，这么离谱吗？哇操，我动都没动一下莫名其妙进来了，莫名其妙就进去了，动都没动一下 Q 又被打断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